这样实在显得你太小了。我们刚才在哪里看的？在哪？这里。这。这好。这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票。朱哥超过26岁，所以要多付2块钱。那个兜售场就在那儿，我刚看到了，跟我妈已经看过了。哦，呀，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，怎么办？对，好嘞，我们要去看一下表演。你录人家表演要给钱呢。没有录呀。耶。去吃什么？我已经饿了，我饿得不行了，我已经饿得不行了。1.1公里，走去啊？走去吗？走17分钟，火车13分钟。天气好好哦。哎呀，他要是掉下来了，走路呀？走路17分钟。那就走路，走。喽，这样去喽，哎呀呀！大家都准备好，今天最后一场。咱们当时也上去准备，那个，这个。手拿开，手拿开。许愿池，当当当当，为什么不像呢？我要拍照。还要拍照，看，好多人。太阳了，对，我也觉得是太阳。往下走。耶，我们到了，我们在哪儿呢？许愿池。为什么拍得我这么胖呢？因为你真的胖呀，我来拍。为什么拍得这么胖呢？好呀，我下车。他不受控制。冻得我鼻涕都出来了。对呀，这里有腿，有腿。好了，走了，下来吧。我们拍个照吧。好，拍个照。